卦狗仔臭女人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可惜这一次被我提早发现了。你在明我在暗，我就好好陪你玩玩。再给你加点猛料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加油吧。啊，什么什么嘛，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啊。对照顾小孩没经验，这种事情完全应付不来啊。啊，不用担心，你主要负责孩子们的安全就行，先试着和孩子们熟悉一下吧。啊，好吧，我试试。好像很难搞定的样子。哎，这个孩子看上去很乖巧。嗯，小可爱，你好呀。嗯，姐姐好。不错的开始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嗯，好的。小可爱，你怎么不和其他小朋友玩呢？都是些小孩子，没意思。啊？你不也是小孩子吗？逸晨哥哥穿什么都帅呢。逸晨哥哥，你怎么？我有些事情，先去处理一下。刚过来就看了一场好戏，真是精彩。宋大明星，你的趣味怎么越来越低级了？这么喜欢窥探别人的私生活？我发你的短信看了吗？什么短信？怎么会这样？